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哈蒙。好的，来往我们的 KO Star。好，这边有一个首领热潮连续登录奖励，但是这种是连续的，就是5天一个循环啦。但是这个奖励就很普通。那红宝石7000，昨天已经领完了嘛？哦，好的，那现在时间是2月24号的下午5点半，台湾时间啦。哇，我、哦、你看我完全没换哎、欸。天呐，我实在太懒了，全部都没换，我连那个转盘都没转，都忘记了。就因为昨天没有要录游戏嘛，我想说隔天再录，那我就忘光光了。好，转盘全忘。转盘的话可以转换很多高级锤吧，高级强化锤。哦，那蛮可惜的，没关系。OK，那现在时间是5点半，2月24号，星期四。那今天已经改版了嘛？我们一个来看吧，哦，一个来看。Rush 活动，3天的吧，哦，第一张、第二张、第三张。然后来看一下奖励吧。有一个路卡尔，哦，还可以吧，10万。好，10万。然后代币、高级锤，其他就还好嘞，就只有这个还可以吧。然后来看一下 bonus 的部分，bonus 我没有大蛇啦，我没有大蛇，大蛇好像有送，也是有送。好，哎，我有这个小狼套卡，不错，还不错，赚到了。其他的属性卡还有这个套卡我没有。那这些格斗家你就把它想办法先升到5星吧，觉醒5星啊。这样那个趴数比较多。好，rush 活动，首领热潮，这个应该是爬塔。我们从上面开始看吧，30层嘛。哦，这边有一个大蛇记忆，这个我昨天有看公告有写。所以说这次的话，这个应该是送一只啊，这不是送记忆，它是送一只。但是如果你已经有，它就变成记忆，还有80片战魂嘛。所以这次如果你没有大蛇，然后你也没有路卡尔，你就先打 Rush 活动，拿到这一只路卡尔就可以来打。如果你都不想抽的话，但不可能，因为你有7000红宝石，你一定会抽。然后这边是那个召唤券，这个是随机的吧？哇，只有旧的哎、欸 没有最新的那个无名跟阿修吧？只有第一弹、第二弹、第三弹、第四弹，2、4、6、8，8只，对，8只而已。好，1、2、3、4弹，然后这战斗卡就应该也是很烂吧，因为后面有这个很烂的，这个50%，大概率是又是3张嘛，3、4张吧，然后你会拿到一两张这个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哦。这个应该是有3张啦。嗯，2张吗？我记得3张啊，对啊，3张。这个首领热潮战斗卡召唤券3张。好，那这次就是3张嘛，然后拿个大蛇记忆。我有路卡尔了，我路卡尔是3星啊，这个应该是轻松过。然后派遣的玩法来看一下。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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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 B B，然后5次是不是？这个东西有5次欸。那我们可以派遣3次吗？自动接力是怎样？一定要上5只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东西如果只派一只可以派吗？还是说怎么样？我看一下哦，所需时间8分钟哦，觉醒31等以上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
八个小时，抱歉，不是8分钟，是8个小时啊。8个小时哦，这边有加速券哦，派权的加速券，怎么获得？目前不知道。好，那再派一下吧。为什么这边剩4个？刚刚是8个欸，刚好几个欸。哦，好像有区别，是不是？觉醒等级11等以上，然后红属性的。这个4个小时哦，还是有差啊。哦，这个有分4个小时跟8个小时，然后2个小时的。反正就先派遣吧，管他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说派遣完之后才会再补充嘛。这个补充一张好像也要4个小时欸。然后进行派遣1/3，也就是说我现在不能再派，是不是？哦，没有了，就是说你同时只能派3次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半夜还想上的话，我可不可以遣散回来？好像不行欸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比如说你现在时间不太够，你可以有2个小时，那就派遣2个小时的，然后睡觉前再派遣这个8个小时的。哦，我是这么觉得啦，我是这么觉得啦，大概是这样吧。哈，这个派遣的玩法。好，这个加速道具啊，每天可以重置2次哦。就是说，如果你都想派遣 A 的话，你就重置，对不对？B 都不要碰，因为 B 的可能比较烂，奖励比较烂。好，派遣玩法大概是这样。这个很多手游都有啦，这个派遣玩法。然后 pickup 来看一下，这一种就是可以选啊。可以选那个几率会变超高吧？比如说我选个，欸，我不知道我要选谁，我选大蛇好了，我选那个 BS 大蛇好了，因为我没有啊，我就先抽出来嘛。虽然他还是会送我一只啊，就那个爬塔嘛，30层，然后这几率会变爆高啊，变1趴，就一只啊，100抽1只啊。其他的话是0.57趴哦，好吧，0.57趴。然后你还是会抽到其他的紫框的，金框的格斗家。好，就这样吧。那个战斗卡直接跳过来看，这边有一张属性卡，然后这个是套卡。这个套卡来看一下强不强啊？哦，可以补能量哦。现在能量比较用不到了，说，这看起来烂烂的，不太想要。那路卡好这一张，这张应该还可以吧？对啊，这比较好啊，这比较好啦，那你选这个吧，好不好？选这个，来个2张也不为过吧？就抽个2、3张也 OK 啊。这边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系统放哪里啊？不是有那个圈圈叉叉系统，就是那个成长的那个 ES 转化系统，不知道放哪里耶、欸，我找一下，因为我是刚进来。不知道，我们看一下那个论坛上的公告吧，公告应该有吧。来来来，看一下怎么进去。这不是？藏在哪里啊？要找一下哦。这边没有诶。我这边没讲。转化任务，还有一个更新吧，更新详情看一下。
这边可能也没有吧。好，我来找一下哦，我来找找看，先暂停一下吧。OK，公告上有说啦，我刚刚公告应该有，只是我刚刚跳太快。他的意思是说点这个，然后个人档案还是个人详情？个人简介啊，哦，这个在这里的，好不好？转化，好，转化，可转化，然后需要这个东东，啊，这个东东怎么来啊？应该是三个记忆变一个吧。然后我们前往转化工具交易所，所以他在交易所咯。哦，果然是三个记忆换一个啦，好亏啊！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这个角色三星就可以转化了，是不是？他的意思是这样吗？我不用到五星啊，好像是这个意思诶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看起来我可以转化，可转化。啊，我转化，你看他可以让我转化啊，我是不用到五星再转化，三星是觉醒三星是就可以转化了。但是我会建议你还是先五星啊，因为三个记忆你不如就拿来先觉醒到四星半吧，四星再弄这个啦。路卡尔他本身这次路卡尔跟大蛇还有9798的，就 BS 加9798共识之都有上修啦，他们那些技能啊核心好像都有上修，公告也有写嘛。那强度怎么样？不知道。晚上先来玩路卡尔吧。路卡尔我刚好三星嘛，我有测嘛，伤害我有测啊。就是如果用我平常的卡片，然后有打手的话，路卡尔大概可以打三十几焰吧。我印象中好像是三十几焰左右哦，大约吧。抓一下，抓一下。那他应该就藏在这儿吧？果然在这儿。哦，在这儿，哦，这是那个，不是，转化，在这，哦，在这长得很像，但是这是 rush 转化在这，就三个记忆换这个，这好贵啊，三个记忆换一个，这个你们要先看路卡尔强度怎么样啊？晚上我来测一下路卡尔强度，因为我刚好我有测嘛，没上修前跟上修后。上修前后的话，论坛都有啦。哦，你们自己来看一下，更新公告吧。这边有更新详情，这边刚刚有飘过去，这边好，这边有 BS 大蛇的，BS 路卡尔的，然后还有97大蛇、98路卡尔。这个东西你就再看看吧。98我没练，97有，97大蛇我有五星，因为写这只大蛇都可以拿来打那个很多副本。什么？时间竞速也可以用，然后修罗道也可以用。虽然它技能不是那么好用，而且这样97大蛇应该也上修过了，之前有上修过，这次又在上修了。OK，那就先这样吧，因为时间的关系要赶快做其他事，待会就上传了，我直接上传，然后我就要去忙自己的事情了。那就先这样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